好，那我就给你发票，很好。如果不是。
跟这个机会，那这一道是我交给了中间的意愿，让给我的。如果这样，那我默认如果是要是反对，然后又反对，又你们是参加，不干涉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如果你做你交给我，那跟我无关了。我说，过去三万多，我就跟他讲，哪一种活动还是办的？
交易不要我都拿了那么多钱他当然意思说他要把你Gracias.